总算把网吧的机子弄完了，说是换40个显卡，把这40显卡来回倒倒，前天弄了30台，昨天弄了30台，今天弄了20多台，利率下来不到100台，倒重来倒重去。我的1070换上去，把1060显卡拆下来，换到1050上，把1050显卡拆下来，换到960上。总算倒腾完了，现在中午准备去父母家里边去吃顿饭。哎呀，今天天气还行，连着好几天晴天了。哎呦，怎么说？然后是。想说啥嘞？啊对，在 YouTube 上拍那个 vlog 的，我发现是不是都是单身或者未婚呢？像米哥，昨天我在他的微博上看。在他的 YouTube 他发布他要跟他的女友去海南共度下半生，要关闭 vlog， 这真搞笑，很多人都说这是愚人节。哎呀，看看啊，米哥的那个订阅率都已经到16万了，如果让他中途放弃，我感觉有点可能性不大。哎呀，就这吧。